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愉悦中的小鱼。今天去度假工作的时候，在咖啡厅遇到了火鸟，就来打造火鸟的家吧。选一个合适的地方，就这里好了。虽然出外岛没有找到火鸟，但工作遇到了，开心。先进去好。这是什么？小火山吗？好可爱啊！红色。枯树，哦，火山里面好多枯树哦。可以可以可以。气味，阴沉阴沉，来一点。做大一点好了啊。小鸭子在水里，再种一棵树，老树，枯树还要分很多种，这个来一个。像火山的感觉，看起来不错哦。哦，这个好看太多了。嗯，你喜欢这种的哦。
Blue Spots 啊，差不多。